胳膊都酸了，累死了。不行啊，你才这么紧张，好久没练了。哎，姑娘，看什么呢？走啊，洗澡去啊。哦，走吧，走。 元气满满的一天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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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打鸡血了吗？当然了，我昨天晚上吃了海鲜大餐，现在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。哎呦！今天去江医生诊所吗？下午4点。真的？ 紧张吗？紧张吗？紧张吗？嗯，袁来，到，过来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教练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怎么回事？原来。 原来爸爸，您来了。教练你好，你这个丫头，你说你学什么不好，偏要去捡什么肥呀你？现在大家都想办法帮你增重，帮你增加夺冠的几率，你倒好，背着我们去偷偷减肥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吗？那让我增重之前，也没人跟我商量过啊。本来52公斤级我也可以夺冠的，这又不是我的问题。胡说什么呀？去跟教练道个歉，快去啊！ 我没有错，我不要道歉。你，原来之前没有跟你商量增重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减肥吗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成绩好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在这儿还是要守点纪律的，知道吗？行，去，去操场5公里，100个深蹲，1圈蛙跳，做不完不许休息。